Yo, my fellow hunters， 我猎人朋友们，本期视频呢，带大家了解一下今日上线的全新狩猎游戏《旷野之心》里的武器——机械刀 ，Kalakulikatana。Kalakulikatana， a mid-weight short-range weapon that's well balanced and easy to handle. The Kalakulikatana offers a bountiful variety of offensive moves.Offensive. Okay, so attack one button unleashes lightning fast, unassailable strikes. Attack two is used for high power but vulnerable moves. And special attacks are used to create a powerful and long-chained attack at the cost of consuming a great deal of stamina.Sounds pretty cool. 大家好，这里是 Back Normal， 我是 Ray。 今天呢，带大家了解机械刀 Kalakulikatana 的技术玩法、连招，还有武器和技巧的联系。先从起手说起，有三个基本起手方式： X、Y 聚合起手。以及呢，我个人最常用的方向键加 X 十字斩起手。不同的起手呢，会有不同的衍生。出刀则为五段攻击，向下斩、平扫、上捞斩、桃竹割以及横扫，伤害由高到低再增高。聚合斩的起手呢，为四段伤害，其中聚合斩的伤害最高。二段伤害最低的增高，十字斩的起手呢，则是用十字斩代替的向下斩，总共呢六段伤害。而我们之前看到了向下斩的伤害呢是25点，而十字斩呢则为总计64点伤害。聚合斩起手呢造成152点伤害，十字斩呢则打出174点伤害，但是聚合斩有一小段位移。Attack 2 is used for high power but vulnerable moves. Y 的连击呢相对较慢，为三段攻击，但伤害很可观。如果有空隙打满 Y 攻击， DPS 是最高的。这里呢要注意一下，在二段 Y 结束收刀过程中，一直按 Y 会进入连续聚合斩。进入连续聚合斩后呢，无法用常规手段停止，很容易呢就被怪物击中，直到最后一段聚合斩结束才会自己停止。 RT 是特殊攻击，特殊攻击呢要消耗体耐力，火眼之心中耐力用于特殊攻击和翻滚。机械刀的特殊攻击三段攻击，单手猛刺、双刀乱斩和聚合拔刀斩。聚合拔刀斩呢非常好用，伤害 很高，还有呢一大段位移。整个拔刀斩的过程中呢应该是无敌的，但目前还不太确定，还需要验证。但要注意，如果在打出拔刀斩之前体力性用红条，是打不出拔刀斩。不同的攻击之间呢是可以连携的，在任意一段 X 攻击中都可以用 RT 进入双刀乱斩，这是机械刀最高的爆发。而且有体力就可以使用聚合拔刀斩，打一套就跑贼刺激。在任意一段 Y 的攻击中按 RT 就会进入聚合拔刀斩，这也是我之前说的非正常手段能让你从任意一段连续聚合斩脱离。狂野之心呢围绕着技巧，武器与技巧之间有联系。当角色靠近火炬的时候，向前释放一段火焰剑气，造成火焰伤害，同时呢会对武器附魔火元素，并持续一段时间。机匣是机械刀最好的朋友，在机匣上的 X 或 Y 都会使出空中向下斩，是机械刀最高的单体伤害。机匣的高度影响着向下斩的伤害，机匣越高伤害越高，我简称为 G1 G2 G3。G3 伤害最高，技能呢也改名叫空中转落。不单单是机匣，
我们呢最值得信赖强。搞错了，重来。我们最值得信赖的强。哎，我强呢？啊 ，OK 啊，强也算是 G 三的伤害。我这里可以看一下。接下来跳侠的连携呢，名字叫做突击回旋斩，伤害呢还是可以的，而且呢富有非常大的威仪，整个跳侠的过程呢都是无敌的，同时X 和 Y 是一样的。想必各位呢都注意到了左下角生命值上的蓝条，当使用机巧刀造成伤害的时候，就会累积这个蓝条。那蓄满的时候就可以用 RT 加 X 或者 Y 进入技巧刀解放。进入解放状态呢还会打出一个伤害。所有连携啊连招呀都是一样的，只是会造成更多伤害和攻击频率。目前呢我还不太清楚这个游戏中的元素状态是个什么机制。如果能跟怪力类似的话，解放状态呢就可以快速的上状态。这里呢简单的说一下最快叠气的小连招。在 X 连招中使用 RT 衍生双刀乱舞是最稳定的快速叠气方法。这个游戏中向下斩的叠气是应该是单次叠气最快的，但考虑到制造机甲的时间以及命中率的关系，就没有双刀乱斩的更稳定。另外提一嘴， G1 G2 G3 的叠气效率是一样的。我差点忘了玄羽和技巧刀的联系，名字叫做空翻斩，要注意最后一段一定要打中，它是最痛的。同时呢 X 和 Y 的玄羽攻击呢都是一样的。最后呢感谢观看，希望这个视频呢能帮到你找到属于自己的技巧刀玩法。 Thanks for watching as always. I hope this video can help you find your way playing Kalakuli Katana.